这边观察这边。我肚子都很痛。老师，怎么样？我再去一次，我肚子好痛。啊？我肚子有点痛。你怎样？我想再去一次。这两个脚一样。这两个脚一样。那这个是共用的。所以上面那个三角形跟那个大三角形到底会不会相似？会不会相似就是边到底会不会有比例关系嘛？因为放大缩小就是长度到底哦。好，那因为呢，因为角度一样，所以这个就平行了，对不对？没画好，画错过了，画错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两个平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角度一样，所以这两条线会平行。那平行，我们上礼拜刚刚讲过啊，平行三角形。对三角形而言，平行线从这里爬到这里的高度跟从这里爬到这里的高度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爬一样高，那个高度就在
高度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都是爬这么高，这个三角形画得过来，又危险，不好意思。就是呢，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，如果我从这里爬到这里，跟你从这里爬到这里，这个爬得比较轻松，这个爬得比较辛苦，要怎么讲？这个走的路比较长，这个走的路比较短，可是在爬坡的时候，这个比较辛苦。在爬坡的时候，这个比较没有那么辛苦，对，所以看你要怎么讲。然后，因为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爬，所以都爬到山顶，爬的高度会一样高，对。既然爬的高度都一样高的话，那平行线就会一样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平行的话呢，我这边爬这么高。跟你这边爬这么高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从这里到这里爬的高度就跟这个红色的是一样高，然后从这里爬的高度呢就跟这个一段一样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平行线左右两边比例会一样，因为它会爬一样高。所以就说，比如说呢，这个大概是2:3吧，大概是2:3吧。所以你爬这一段等于是爬了全部的2/5，对不对？你走这一段路的长度，因为你爬的高度就5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走的长度是2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这一个的比例呢，就会是全部的2/5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会是因为平行啊，所以爬一样高啊，所以这个的比例也会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是上礼拜我们讲的，这个如果平行的话呢，这个比例就会一样，因为平行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再次哦，我们就画。跟我画一下这个符号，角度一样哦，角度一样，角度一样。小星星代表他们两个都是星星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帮我画在你的笔记本上。如果你可以标日期会更好，好自己标，我就不再提醒你们了哈。你们的笔记都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很多人都是满分，极少数的人才会扣你们的分。大部分都非常的用心啊，那你有时候因为你字有点乱，所以给你扣点分数。然后因为角度都一样，所以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会平行。先帮我把这个图画，那它一定会平行，所以呢，这会有个特性，就是我放个颜色。因为角度一样啊，圈圈跟圈圈一样，叉叉跟叉叉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两条线就会平行。所以左右两边会爬到相同的高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因为平行，因为平行，所以呢，我爬这段的高度比你爬这段的高度就会等于右边的比例一样。就画图就好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像这样画图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的图尽量稍微大一点，这样。因为角度一样，所以我的黄色线就会平行。那黄色变平行，所以呢，红色爬的长度跟这个全部跟这一边爬的那个比例就一样，因为它爬一样高，因为它都一起爬到最顶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都会爬到一样高。高度比例一样，所以长度比例也会一样，靠谱就好了。那我现在只缺哪一个？接下来有点难，接下来我只缺一个，哪里要解释呢？两个三角形要相似，要三组边成比例，还缺一组，那一组边在哪里？知道吗？自己画一下好不好？换个颜色画。绿色三角形跟大的黑色三角形，你
经有两组编程比例的，因为平行线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还缺一组，这个那一组在哪里呢？这个请你帮我画出来，来自己画哦，试看看。再讲一次哦，如果你可以自己画，就代表你很清楚。绿色三角形跟大的黑色三角形，目前已经有两组成比例了，因为平行线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还缺一组，你知道那一组在哪里吗？可以请你画一下，大胆一点，画错没有关系。画一下，画一下，大胆一点。第三组在哪里呢？有两组在两侧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组在哪里呢？第三组边在哪里呢？三角形的第三组边，这两个都是对的。第三组边在哪里呢？非常好，离杯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你赶快画，你肚子不舒服，叫我叫。这种东西我还是要做。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去找个医生。我再给你们30秒啊，你试看看，大胆一点的话，因为目前我们就只有四个人找出来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能力才对。绿色三角形跟黑色三角形已经有两对边成比例了，我现在还需要第三组边第五个。他第六个，好好，第六个，好。第六个了，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？你现在画的仍然是两边，还缺一组。你画的是对的，可是少画一点。对，少画一点，非常好。第七、第八，加油！要试看看好不好？第三组，第三组。非常好，已经数到不知道数到多少，好，大概快有半数了。对，好，大概有半数了，在哪里呢？我把它分割出来给你看，你会看得更清楚。就是。绿色三角形，黑色三角形，绿色三角形的这一个跟这一个已经成比例了，对不对？绿色三角形的这一侧跟这一侧也成比例了，那不就只缺这里？来，把它画起来。这个是画给你看的，参考就好。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分开来看，就是分开来思考一下。好，那我怎么说明这两个也会跟红色线成比例？
想想看，你那个平行线要怎么画？大胆一点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画平行线，非常好。然后呢，你再想一下，你怎么利用这个平行线？大家要像你看的，我画平行线，你要画平行线上去，然后呢，再用。试看看，你的平行线会怎么画？大胆一点，平行线，画在那里的话，好像没有把这一个移动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用到他们两个都要用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是他应该跑到这边来，那但是我们利用平行线。因为你这其实你刚刚这个画框是不行，但是如果你这样画的话，就是这个不完，因为你平行的话，平行线画作这样子，这个不完，这个不完之后，这个不完之后，这个是什么？看这画的黑色跟黑色，因为平行，所以黑色跟黄色为什么？所以结束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试试看，在上面画平行线，画个城市。试试看。目前有两个人试出来，你们可不可以试看看画平行线？角度一样，按照立维也好，我们立维方，立维是什么？很棒，你是不会画一个线好，不要太担心线画，两条都对，但是你先画一条就好，非常厉害。你那个画法不是不行，不会画一条就好，然后画平行线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方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很棒的尝试。那你本地我一条都擦掉。哦。本地一条就是对的。一条就是对的。一开始画的那个是对的。目前有3到4个画出来，平行线非常棒，很厉害。再试一下，因为它有点难度。赞！越来越多人了，你也对，我看你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是对的。没有画吗？试看看，试看看，因为这个是关键，就画平行线。他不是在跟我讲吗？画平行线，什么叫做精准哦？什么叫做精准？你觉得这样子画有平行线吗？没有。至少不能这么夸张嘛。好，没有要求这要很精准，你不能这样画平行线呢。不错，你们很厉害，因为越来越多人画出来。我再等个30秒，好不好？你要善用呢，我提醒你哦，你要善用本来就有的点，但是你又要画平行线，先不要自己创造点，因为你应该要先用原来的点，因为你如果不创造点，题目会变得复杂化，所以先用它本来就有的点。来去画平行线，然后目标是想办法把这个放下来，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两边看，或者是你要两边看，因为两边看要么就这样看，大家这样两边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两边嘛，三角形有三种看嘛，这样子两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这样子看两边，所以你的平行线怎么画才能够看成这样的两边呢？或者是这样子两边呢？然后这个就可以被过去呢？试试看，你觉得你的图形画得很漂亮，它
要尝试一下，因为你还没有试试画。你觉得你快成功了呢？平行线也是对的，非常棒，哎，真的很厉害呢。平行线，如果你从中间拿掉一段，又会多了两段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段又跟他们两个好像关系不大，因为我想要直接研究这两个，所以这条希望可以用得到，所以你要补充两侧，有点难度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不要让你们太辛苦。方法就这样。比如说，我要看这两侧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看这两侧的话，那我的平行线要怎么画？就好像刚刚是这两侧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另外画给你看。我画这个超级。我画给你看啊，因为这个是关键。三角形。平行线如果在这里，你的两侧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呢，我另外画呢，这样比较不会很复杂乱。来注意看哦。那如果你注意看，如果抱歉，如果你的平行线在这里，你的两侧不就在这里？对不对？你应该知道第三种。画在这里。第三种就是，就是平行线下在哪里？对，平行线如果下在这里，那你的两边就会是在这里。我把它画在一起给你看，你就不是看到三点。这边再画一个，就是这个是这样，平行线下在这里。平行边下的方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下在这里的话，那个两边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只要有平行线，我就可以两边成平。所以再回到刚刚那里，你再试一次，好，再给你30秒。再回到这个，你的平行线会怎么样？很棒的尝试，是他没有平行线，但是你非常的认真，真的是非常的认真。超级喜欢你，但是因为你把这个粘起来，它不会平行的，这样子。你都平行的刚刚，看一下吧，好，太平行了。太倒平行了，然后呢？赞。想法对了，只是画的位置有点欠差而已。好，没有画，快都没有画，我怎么可能会称赞你呢？谢谢了，谢谢了，都还没有讲，就谢谢了。没有羞耻，想法对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利用到上这边，哦，这个是错的，要画在这里。对，对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超过10个了。来，你有两个选择，我看一下纸箱画出来。还没有，好了，没关系了，真的没有，好了，没关系。我想说，他很努力的在画，也许可以画出来。所以，来。你可以选择从这里或从这里，因为你要两侧。太厉害了吧！所以看你选择这一条，你可以选这一条，你也可以从这里下来。那这一个是这个平行，来把这一条画上去。然后呢，画上去要做一件事情哦。我这个有颜色的观点，如果你们有颜色，你可以善用你的颜色。刚刚这个黄色边是平行边。现在这个红色边跟它平行，所以这会是一个什么图形？同学，黄边平行，红边也平行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图形？平行是平行的，这一条长度就会跟这条长度一样。来，所以帮我把这个蓝色的画过来，所以这个就过来了。
就可以移过来了。来，帮我这样画就好了，画箭头就好了。哦。好，谢谢。就帮我把它画过来。所以就全部都成功了，这样。所以这整个过程在讲什么？这整个过程在讲说，这整个过程在讲说什么呢？A 就会 S 然后我在图形旁边写上这几个字，先写上这几个字就 AAA 就会 SSS 相似，那所以它就会 SSS， 所以倒推回去，当然 AAA 就会相似，换个颜色，所以 AAA 就会相似，画图就好了，先画图就好了。AAA 把它叠在一起之后就 SSS， 对不对？三组边都讲完了，三组边都讲完了，所以 AAA 就 SSS。那既然它已经相似了，所以代表只要 AAA 就会相似。然后我刚刚给你30度，给你40度，你就会帮我算出100。换句话说，我一定要讲到 AAA 吗？所以几个就够了。2个。所以帮我把其中一个打叉叉。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样用颜色会比较好。颜色的好处是，一开始是 AAA， 下来 SSS。然后回去，原来我只要 AA 就相似。那这个的证明过程就写在第8页，就先不写它了。第8页。你先懂就好，想法就这样而已，想法先会就好。先会。哎，先会。所以千会会大家就都会，啊，我们会，因为千会就是1000个，你可以会，所以千会只要会，哇哟，1000个，好厉害哦，这个游戏，好 ，OK， 好，先把这个，今天还讲笑，那是动漫，来先把这个想一遍，先把这个想一遍，能不能请你们写一句话，平行两边就成比例，写这句话就好。平行两侧两边，看你喜欢写两侧还是写两边，好不好？平行两边就成比例。那个就可以把它画掉，改成箭，这样会蛮轻松的，对不对？写给你看，这是什么呢？平行，对不对？我请你们写平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就我觉得有点偷懒，因为。然后就你跟自己讲，就是两边，可不可以回头？可以。然后帮我用颜色哦，帮我用颜色。颜色。那为什么可以成功？一样高，从头到尾都是因为这样，一样高。平行就一样高，一样高就成比例，成比例就一样高，一样高就平行。我们刚刚画的那个图啊，就是用这个想法而已，就平行嘛，啊两边就比例这样，啊平行嘛，啊两边就比例这样。那写成证明比较讨厌，所以你先懂就好，好不好？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那你比较厉害的就自己去看一下第8页的写法，那你觉得看起来很辛苦的就先暂时把答案写一写就好，以后有力气的时候再去看它。好，我可以把它弄掉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看，你想一下，我们
有我们那个相似啊。目前我们讲的 SSS， 又讲的 AA， 对不对？所以代表应该还有谁 ？S。猜猜看。S。相似，哎、欸，相似就是长度哦，长度的大小，对不对？所以有 SSS， 有 AAA， 它这个 AA 其中一个 AA 共享。所以你觉得如果要讲相似，还有可能会有哪一种 ？SSS。我怎么那个 S 大会掉啊？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。到底会不会这样？到底会不会？到底会不会？好，所以来，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，什么叫 SASA？ 角一样，角一样长。角一样长。边一样长吗？角一样大。角一样大，哎，角一样大，讲得好，角一样大。角一样大，比如说这里四十，角一样大，再来嘞，边一样长，哪有啦？边怎样？一样长啊？什么一样长啊？两倍没有啊？两倍吗？差不多了哈、哦，差不多了啊。啊，不然怎么这里只有一只啊？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相信你的相信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这里五，这里五的话，这里七好了哈。那这边就应该多少呢？五十。哎，不行。因为你长，那它就变成虚线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大家好吗？好，我们要检查他们两个会不会相似。来，请帮我把这个图。我知道这样子，另外一边就是两个五啊。你光线。七旁边也是五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加起来要就是五啊，因为看眼睛比较长。这个没有理由的理由，还可以继续往下讲，你蛮厉害。什么？你没脑袋啊？然后呢？根据我们刚刚的讲法，脚不一样就可以对它做一件事情了。叠翻。叠上去。叠上去，对。你不能讨厌他，因为会就代表你会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改成绿色的，然后再把那个绿色的叠过来这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要写度数了哈，度数有点，刚刚是为了让你容易理解。叠在一起的角我用星星，叠在一起的角我用星星。然后呢，我跟十。这个画的好，我可不可以画上面？可不可以画的比我好看一点？这个画上面吗？我故意画这里的，因为我们不要以为为什么会在上面这样，所以我故意另外画一个角，不要总是画在上面，这样你的想法比较会。那我会画这样吗？你喜欢就好。再来。差异点哦。再来，那个，然后接下来我就会画，因为呢。成比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成比例的写下来，成比例，对不对？对吗？然后这里也成比例，你帮我把这个图画起来，最好画在同一页。是三倍吧？所以他给我的条件就是左右成比例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角一样。请问一下，第三个会不会成比例？不会。先帮我把第三个用另外一个颜色画出来。第三条边我们要检查的第三条边，帮我画出来。因为已经有两条了嘛，就缺一条，那一条在哪里？你先帮我画出来。理论上这次应该是至少八九成的人都可以画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学过一次啊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敏汉有没有因为前辈会不会？我是真的会不会？啊，前辈还没会是不是？我们先看一下前辈有没有。前辈还没会。前
坏啊，没坏。纤维是坏的，所以。就画上面而已啊。敏汉还没画。我要营救了。对，我也太久。敏汉还没画，这整个都还没画到。我在营救啊，因为他一些角度啊。你已经没有理由了，钱我已经会了，你还说？这样多好笑啊！让人说呀。但是你觉得？给你看看呢，我感觉。啊，现在是我在去看眼睛。他多少没有在里面？哪没有？这样吗？就是你这样。是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列文，他是九十多号。因为你谁跟你家来？好，你谁跟我家来？一千两位，他们家地跟这也是有关的呢。好，原来的那个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动？原来那个绿色三角形三角形是什么？原来的绿色三角形是用掉了吗？不是。第三版是吧？还是我画的？那你的就是版画是吧？对呀，这应该是他的。笑死！好。同学。第三条边我用虚线条，因为它是彩蛋就好了，然后彩蛋一下。不是啊，你彩蛋。第三条边在这里。说好的彩蛋。我为什么用虚线条？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不用去想它。因为左右成比例，这两条线就会怎样？刚刚才刚跟你讲过，左右成比例，它代表它就爬一样高，对不对？这里跟这里，这里跟这里，既然成比例，它就会爬一样高，所以帮我用颜色画出来，这两个会平行。题目给我左右成比例，那这两条边就一定会平行，就是刚刚请你写的那一页。画太多了。就是刚刚在这里，平行就成比例，它成比例退回去也是平行。好，所以我们才会再到这里，这个。所以题目已经告诉我成比例的左右成比例，那就我爬了全部的几分之几，你也爬了全部的几分之几，因为爬的高度是一样高的，所以这个高度跟它会平行。好，所以红色线一旦有了之后呢，黄色线就有。刚刚那一题刚好反过来，刚刚那一题是先有黄色线平行。题目给我角度一样，所以得到平行线。角度一样得到平行线，所以两侧就会因为一样高而成。那目前的这一个是刚好反过来，两侧成比例，它就可以爬一样高。红色两侧成比例，所以黄色就会一样高。既然黄色一样高，它就平行了。哎，平行色会有什么特性？我先画在旁边给你看。像刚刚啊，刚刚我就有看到有同学这样画平行线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平行不平行？你一定要怎么样？调到大概这个感觉。调到这个感觉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是这样。什么叫做平行？应该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怎样，我就要跟你一起怎么样，才叫平行。如果你是这样。可是我却跟你不一样，就不会平行。所以你怎样，我就要跟你一起怎样。这个一起怎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一起怎样的意思，这个一起怎样，你这样，我就要跟你一起这样。我一起这样，刚刚眼睛看的，除了用长度样长来看，也可以用这个说法，这个要一样。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子看它。就是你摆动的角度要一样，对这条三条线的。所以如果你平行的话，之前跟你讲过。同位角相对。对对对，这四组角会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到那里哦。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。是哦。就这样哦。没事哦，我讲。因为它已经平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之前所以
个角度不会跟这个角度一样，这个角度不会跟这个角度一样，请把圈圈叉叉画上去。千万你会吗？所以你注意看啊，因为我这里有颜色，我这里有颜色，所以我是先什么呢？我先红色，然后就得到黄色，然后再得到圈圈跟叉叉的黄色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用颜色，你就可以写这个颜色。可是如果你没有颜色，你就没办法写这个。所以是先有红色，才有黄色，有黄色之后才有圈圈叉叉哦。再一次哦，红色两边成比例，所以就会有黄色线的图形。红色。可以写什么？你可以写的是这样，成比例，红色，红色得到黄色线，得到黄色线的平行。平行的话呢，接下来就得到圈圈跟圈圈，因为平行线角度都一样，角度都一样，所以就得到等角。等角，接下来你就可以说角度都一样，所以它就会角度都一样，所以它就会怎样？像刚才刚讲的最后一句话，空格帮我填。空格，猜猜看，你写的就是这一个哈？开始写的有点乱，等一下我会再整理一次。不是呢，你要看的，灯，这个是看的，大家不在。等角色就是要看的。ASA 啦。再一次。不是 ASA。再一次。ASA。ASA 是谁讲的？哇啦。是吗？啊，不是。前卫吗？不是我。为什么要是前卫？不是我。刚才也都没有前卫。因为等角嘛，这角度都一样啊。叉叉跟叉叉，圈圈跟圈圈，然后星星跟星星一样啊。星星星。那刚刚我们才刚讲完，角度一样，它就算是，好。好，你再讲一次，这个先让你写一下，你先看一下好不好？有点乱了。这一点是几分？快下课了。两分吗？两分，十一点好。为什么两分？因为两分加差两分吗？对啊，快要了。时间有准吗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反正快要，快要，快。对呀，反正快要加一分钟了，快要。几秒钟？几秒钟？几秒钟？那我们来涂秒，一、二、五，说几秒钟来开始涂。四。来，我们先猜几秒下课。三。三秒。现在开始。三十一点。三十哦，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三。二。再二点九秒。下课了。你们说三十秒才三秒。啊，对啊。谁呀？你们千万没有说到。